每一天总是感慨的如何表达在全球地球上总是四大不调那样的辽阔的灾情，多少人这生物、人物动物食物等等，都是被创伤的很多人类除了自然的灾情，还有长年累月贫穷苦难冬天寒冻的这面对了自然的这样的寒冻水火这都是穷困人家那样一生中的苦，长期的人生的炼狱这实在是天下的苦，真正的所知不尽。全球的大范围，不同种族、不同国度春夏秋冬这都是在全球的那样循环轮回，的确苦堪看到人间这样的灾难，所以我们要有警觉，所以爱警觉所以我们正是警觉的事。所以我一直在说大灾教育这两三年来这大灾教育，我是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在这两年前一直重复在脑海中突然间会说出来总是时常提起，要有警惕。世间灾难人要有觉悟大灾教育就是如是，这是让我们看到多少人哭呼天抢地这样的苦难的灾情还正在发生，我们正在眼睛看了越看越广越阔，看到发现的灾民难民伤亡这样的人生越看越多，所以更需要更多人来关心，这种是爱的能量。我们只是现在能尽心力，我们还要更虔诚尽心力。我们有多少人力，我们有多少物力，我们尽心，但是我们总是要更呼吁天下人共一念心来虔诚祈祷，祈祷世界地球平安，气候调和。所以这几天有慈济人回来，我都会跟他们说，你们应该要这样做。他们开始在发心。我除了说感恩以外，我还要说该做应该做，大家的付出应该付出，大家都是起于大地的慈缘，而且呢，那在这样的繁荣啊，商机繁荣，做生意的这种的交通啊方便，贸易呢真方便，所以呢商机很繁荣。那现在士农工商都是呢很繁荣，有钱的地方就是这样的繁荣，苦难的地方是那样的苦，所以要富裕了。有能力的人要多付出，我们大家呢要多口口声声、口口声声啦，见人就要说。实际现在呢，来为土耳其苦难人，大家爱心啦、会合吼来帮助，真正是很感恩啦、也看到了那样在捐啦、我很欢喜，因为呢他们会造福，就是因缘果报，尽福因啦、这一念的福音，他们会有牵起了福缘，这呢感觉到这是很有希望，所以讲哦，要叫起了大家的爱心，好，纷纷举行，我捐呢，你捐呢，大家人捐，那点滴啦，就是个回归到你跟我的福里来。我捐多少，我的福；你捐多少，你的福。我尽一分的心力，我就有福多大。总是呢，师父嘛一直讲，无所求付出啦，卖计较咱偌济福啦，你就是无计较。这个因缘还是归你的啦，总是大家呢把握因缘呐、有机会用感恩心去付出，给那一群的急难、苦难人，这就是我们要来呼吁。总而言之啦，比比皆是啦。苦难人哦，这都是难人生之苦。佛陀呢说苦其灭道，四项的大道理啦，这是苦字讲得大声，所以啊，人间疾苦啊，苦就是积来的啦。众生呢，那就是迷糊啦、无明啦。造了很多的业力，那这样的业呢，无循环，一直到现在呢，就是业的循环到这时阵已经呢年纪了啦。所以地球天灾人祸都在这个时阵在发生，所以我们要大家人好用，要虔诚哦。大天下啦，也要呢，多人类来庇护地球，期待这个地球能平安。当然啦、需要呢气候，那就是地水火风啦、四大调和，那才能呢天下平安。这个代志呢，就是爱人平时做的，所以做好福气，这个气呢，庇护了人间平安。天气风调雨顺，叫做天气啦，风调雨顺啊，就可以让大地健康。所以天气啊、地气啊，最重要就是人气、福气啦，来庇护啦。所以吼、人人爱发心做福，安尼呢，天下才会当平安啦、说不尽啊，请大家呢要多发心啊，点滴慧起哦，那还要虔诚祈祷，感恩菩萨们。